学的陈美玲老师，很高兴今天能够来这里跟大家互动，然后顺便带小孩过来表演。那想请问一下，我们去年有来，有没有人有记得有下来看的人，请举手。好，没有。有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去年有来，然后有带来一首舞马，然后有顺便跟爷爷奶奶互动。那我们今天要带来三首舞马，因为我们这一次的小朋友上次已经有经验，然后觉得很棒，而且觉得爷爷奶奶的互动都很棒的，就很有热忱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年就带了三组的小朋友，所以等一下爷爷奶奶可以看到我们从高阶一点的小孩，跟学了没有那么多，但是是儿童芭蕾的，还有一些是启蒙课程的幼儿律动芭蕾的小朋友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咯。那请爷爷奶奶先，我们等一下要带来的第一首舞马呢，是芭蕾舞剧里面的一首舞马。那它是呢，像是时钟一样的感觉，但是其实我们没有把它编得像时钟，就是我就是编一个舞人舞的感觉。那等一下呢，小朋友可能会有一点点紧张，因为他们呢表演经验没有很够。那如果等一下人家那个小朋友表演的不错的话呢，也请爷爷奶奶帮我们用力大声。